这样啊，这样子出，要不要？这跟拿铅球是一样的，这个力量是最稳最大的，在这里的力量最稳最大，这样子不行的，要不要懂？是这样子，所以他这个丢出去的时候是这个肘，这中间的时候，你看手肘在这边是这样子丢出去的，手肘在这边，手肘不可以在这边，在这边就没有力了，是在这边，是在这边，这样子推出去的，这个掌是一样的道理，一样的道理，有没有懂？这个掌在这边，这个是一样的，在这边，你看这个力量是在这边，这里，不要在这里，在这里没有劲了，在这里，所以这个手起就是这样一起，